台元仔要来了，好，有人穿得很可怕、啊，有人是怪啦。什么叫做我穿得很可怕？好好讲话，你是怪了，可怕、啊，就是你穿得很可怕，怪了，你怎么了？请问你怎么了？夏天要来凄凉一下，今天是都已经夏天的尾巴了，哪有夏？我的夏天才刚开始。哎呦，不要不要！对呀、啊，你看他的白的矮油嘞，哎呦。哎呦哎呀，一个是哇哦，来来，没关系，我们看向这里就没问题了。8.6，哎呦，还藏石头，为什么你偷藏石头？每次都有不是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你结石哦。好，看向这里就好，看向那边就觉得不舒服。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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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。哎呦，真的太短了，还没到的挺少哦。哇哇哇！老师有人迟到，我就知道啊。杰克还有允元，允元，杰克来了。这个烟火真的很讨厌的。你干嘛这么期待的？作者在这边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讲。作者是谁？作者在哪？好凶，你知道吗？他总共烟火放了5次，我就被吓到5次。你太容易被吓到了，太可怕了吧？你也太容易就受惊吓了吧？受惊吓，没有啊，你也想啊？而那时候我在发呆，发到一半突然嘣。你为什么要发呆？要发呆？你问题啊？你为什么发呆？为什么要发呆？还没开始。是吧？你知道刚小薇在讲解，你为什么要发呆？我也对啊，他为什么你要发呆？抓到了，是他讲解完。好，那请问最后十分钟会怎样？这十分钟怎么打 boss？ 打 boss？ 错，完了完了完了 ！out out out， 送他出去，直接少一个人。我去哟，演员可以登吗？你没有开麦？我还在路上。有他登住了啊、哦！他进来了，可是有麦没有声音。哎，我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正呢，我正呢。你把麦关起来了。不是你，叫司机接电话。叫司机接电话。刚撞到你那个人，叫他讲电话。你是不是齿轮要调一下？是不是选错麦克风啊？对，还是哦，请你是牛排来，你讲清楚状况啦。哎，帮我把那个村民拦下来，我要交易啊！你们有声音吗？喂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那我先给这次的新 PP 是圆圆、阿比、酱油，还有谁？有哈，有吗？有哈，有哈。刚刚在想说，我被忘记了。你躲开那里，一直在那边。我就好像，我就觉得少一个人。好像少一个人，那个 Moco。有那位就少很多人。点什么？来，我们这个呢，圆圆可以看手上的书，就可以了解这个游戏呢，好不好？我们会是3个人1队。那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比分数，最后获胜就是看谁的分数最高，那谁就会是冠军。那游戏呢，是采不回血的机制哦，就是你被打了是不会回血，那如果你死了的话，会30秒后原地复活。对，那复活比较特别，会有虚弱跟抗性。对，那30秒后就会恢复正常，那避免你一复活就持续的被打死。那再来，关键呢就是换取获得分数的方式。那主要呢，首先就是你有生存的奖金，一开始的时候每一队会有3000元，就是3000分。那你只要死一次就会扣300分，它是算整个团队的哦，所以一个团队死了10次，那你们的生存3000元就没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尽量就是不要死。那另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游戏的主轴，就是要竞赛去做任务，它就有一点类似Bingo生存，就是你完成任务的话就会有分数。那我们是会这样子，是会游戏会分4轮，每一轮25分钟，那每一轮呢会有9个任务，3个会是简单，就是1000分，然后3个是中等的1500分，然后还有困难的是2000分。 OK， 那这个游戏的特别呢，就是它任务你每一轮只能完成一个，
完成一个之后你就没办法完成第二个，而且你完成的任务呢它是独占，会被消灭，也就是其他队伍就没有办法完成那个任务。哎，对，所以你任务的选择就很重要，你要完成很简单的轻轻松松然后就可以去农庄，还是完成困难的可是就有可能被人家抢走，那你就会啊必须要赶快去完成其他的。对，我们这次呢会分五队嘛，所以九选五，还会有一些可以去选择啊，应该没问题，加油啊。好那比较关键的就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困难任务会升级成 boss 任务，那你需要合成指定的东西才可以召唤 boss。 对，但是我们尽量就让新 PP 四个人都在不同的队伍，这样子有人可以带他们。好，那游戏的最后五分钟会有这个夜星任务星空收集，那捡一些星星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，是最后的傻逼死，它会在 中心点的附近。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这个 暑假限定最终狩猎任务、哦、PVP 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游戏整个过程当中都是禁止 PVP 的、哦、你打别人的话你会死哦，反噬。啊，我们也禁止太过的跟踪跟骚扰，好吧？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就是口头规范。你可以偷窃一点东西，但是不要一直黏在人家身上，就偷完就走。好好。那但是呢，游戏的最后我们会开放 PVP， 它会是这样，最后十五分钟的时候，感谢超级留言，那会说到。它的圈其实很大啦，我们是一千个，那最后会说到140个，而且我们改用。麦块的缩圈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边界就会很清楚，对，只是它缩圈的速度很快哦，所以你还是要最好提早赶快跑。好的，好，缩圈五分钟后也就是倒数十分钟会开放 PVP， 那时候就可以打架，到时候也会有对话框跟中间会有警示，就会告诉你说哦现在可以打了，这样你打人就不会受到伤害。好 OK， 关键呢就是最后的时间从缩圈开始，其实就是你只要死掉的话就不会再复活了，即便你有生存奖金、也就不会再复活。好，那你死掉的队伍就只能旁观者，但是旁观者是可以给队友情报，可以当天眼兵哦。对，所以你也可以一个取舍，就是你哎、欸，你是冠军队伍的嘛，你死一个人没差，你就死一个人，那他天眼兵报位对，你就可以躲避所有的队伍的追击，毕竟重点是杀人是没有奖励的、只是让对方减少那个生存奖金，或者是让对方不能捡星星这样子。OK， 所以天眼兵的战法也是一个环节，都可以。好的，好，好，这样子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我们大圆圆不见了，圆圆有问题，听不下去了，离开了，完了，断线等等。没关系，我们就依照 tab 的顺序先来个介绍。第一个是迪叔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耶，迪叔介绍，我是第一个吗？不用怀疑，不用怀疑，不用怀疑。大家好，我是迪叔，夏雨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，下一位。Hello， 我是繁星，下一位。阿纪，耶。下一位，巧克力，嘿，耶！下一位，哎，小雨，嘿，下一位，嘿，露米，下一位，喵哈，又下一位。啊，我是杰克，然后好像有被遗忘了，下一位。又，我是兔子阿比，耶！下一位，圆，拜，下一位，嘿。哎，我是酱油，下一位。嗨，我是米菲，下一位。团 next， 你谁管是？讲话啦，最后一个。哦耶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好，结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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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服装好奇怪哦。真的，是我的尾喝，我要抽一张卡片，我要试探你飞。好像很奇怪，我好像黄标，你怎么？那个跟他一队的队友就自行小心，奉劝他赶快穿那个装备，有没有？我会怕。那我们这一次的队伍随机应该随一个几次哦？好，我主要就是让四位新 PP 是不同的队伍。好的，我们请四位站在前面，这样我们等一下看你们头上就可以知道了，看颜色就知道。对耶，看颜色，站一排，中间站在中间，哈基走啊！我新 PP， 我新 PP， 加油！嗨，你去哈基好帅上面。
对，你是站在上面啊，这站在上面会不会？把那个挡起来，不要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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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欸、不要蹲，不要蹲，不要蹲。蓝色，蓝色一样，蓝色一样，蓝色一样，一样。现在蓝色三个一样，欸、很强哎、欸。哎呦，分不开。哎呦，闪亮四姐妹终于分开来了。看一下，五万五。我完了，完了。完了，是巧克力，你要有信心。几家欢乐几家愁，让我们哭着去自己的队伍吧。我的影片要黄标了，我的影片要黄标了，要输。什么？今天完蛋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彤彤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我要走。啊，我的绿幕一直飞。嗨。我会不会被排挤呀、啊？你们不是好姐妹吗？我是局外人哎、欸，很难吗？我看不太懂哎、欸。嗯，总之就是等一下会有个任务，哎、啊，会有1000、1500、2000嘛。啊，通常2000的分那个分数会很难。嗯。但是通常大家都是先抢，看看可不可以抢2000，分数越高越好嘛。哦。因为如果你抢低的话，你就很少会有那个翻盘机会。哎、欸，我看他那个生存奖金归零，那个会有无所畏惧的成就，之后死了就不会再扣了、哦這個。对，就没有分数了，反正就是可以当那个乱源了，看到谁就去捣乱之类的了。哦，对啊。干嘛？你好小声哦。我很小声吗？我拉一下，我拉一下，我帮你拉很久。喂喂喂，好。欸、你介绍一下你自己，迪叔，你怎么讲？嗨，我是迪叔，这样吗？嗨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嗨，我是迪叔。好，干不行。怎么了？学弟学到会变王北北啊！嗨，我是迪叔，这样子啊？哎呦，开始了。哦，我们要接哪一个？我很紧张，怎么你们？看一下哦，请分配任务给我。孤人用木剑戳苦力怕。哇塞，什么东西？原队不带盾，讨伐五只库，看要不要1500吧。有交一个风箱，有交一个风箱，看有没有那个先农木头嘛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很近，超近。黑色染料，黑色染料，黑色染料，只能解一个吗？对，只能写一个，所以通常都是选越高越好。那我们要选哪个啊？风箱还有机会啦。风箱啊？对啊，1500最好做的是风箱嘛。啊，两颗金苹果，除非你要那个啊，去挖金跟，因为它任务不会说因为游戏开始多少而给简单的，它就固定那些。所以如果你在中后期如果有金苹果这任务，反而会比较好。懂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有听懂吗？哎，总之就是他的任务是固定的，不会因为游戏开始会一开始比较容易。哦。嗯，所以后面其实也有可能出现一样的任务。风箱。对啊、欸。所以我们要分开去收集东西，是不是？也可以一起啊。然后你地上有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物资，都要撬走，像甘蔗、牛。一格什么的，以后可能都用得到。迪叔玩很多次哦，迪叔、可是还是很菜。你上次不是有无所畏惧过一次吗？迪叔，是你吗？好像 有对不对？吗？有吧。我记得我上一届好像是本来还不错，坏死太多，就崩盘了。嗯。哎、欸，是我们是要找蜜蜂吗？啊，蜂窝。好，蜂窝很难找啦，是运气。啊？嗯？有任务？哦，好快哦！
哦，脚梯子啦，他们想直接做那个。哎、欸，那你拿到那个看，还是你要先还黑色墨囊？你把墨囊那个变成分解吗？对对对，分解，然后他会教你怎么放置副手，这样就好了。放到副手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点技能书吧，按、啊、那本书看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、oh.。哦、啊，为什么是显示我的名字？因为谁缴谁用啊？啊没有，我是说旁边那个什么？对啊对啊，他会显示说谁缴的，然后就会优先用你的。然后下一个如果换我缴的话，就变我的，这样子、哦、啊，没事，轻松玩。好可怕啊！没事啦，这个比瑞奇西简单很多，只有在后面才会打人而已。我要怎么看那个任务啊？就是如果被洗掉的话，可以再按出来吗？按出来吗？巨斧特加、嗯、哦，普通 F。那我们现在还可以解别的任务吗？还是不行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我、哦、没了、哦。嗯。那我们怎样才会有下个任务啊？等时间到。啊哦，原来如此。嗯，它这之中会有一些事件，比如说你手上拿什么东西可以得到什么效果。哦，对，那你在哪里啊？你跟我讲坐标，我去找你好了。我在迪叔旁边，一开始出来的那边附近。那下去了吗？可以啊。没有，我只是先挖挖，看你。好嘞。所以最后十分钟就会要被打到、哦。嗯，可以选择躲啊。好、哦。是说，因为最后十分钟会抢星星。抢星星？对，会地上会有掉落物，那我们要去抢会发光的掉落物。哦，哎、欸，那边有竹子哎，要不要带一点啊？可以啊。不确定有没有新的任务。哎、欸、呦，村庄！哎呀，被收完了，被收完了。杰克酱油那边的两个不同队的有收过。哦、oh. ，把铃铛敲走。我只有带走床。是可以干嘛？做鹰架当燃料，没了。可以，可以吃？能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吗？熊猫才能吃吧？对啊。赖你吃给我看。你们的坐标，我去找你们。啊，你们刚刚说竹子是不是丛林哈？什么？啊，你们在丛林吗？对，我跑回来了，在村庄旁边。好，我看到小雨了。哦，我回村庄。你要打个苹果好，因为你的苹果哥嘞，忘了哪一集。遗忘。苹果，打一点，看有没有。看到别人吓到，现在还不能打人吧？行啊，所以不用怕、啊不。好，而且你让他们打嘛，他们打你就会受伤，一定死。哎、欸，不知道是一定死哎、欸，就是对啊，可能你打在他前面，可是就有点恶意的，他可能要挖矿，不然 K 到你这样子。
挖苹果先吗？然后你那个你们两个，嗨，看到有特殊的怪，远离他们。可能手上会有拿个特殊的东西，或者是名字比较不一样的，跑就对了。我上次有一次是钻石两件钻石装，然后被一个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村民摸一下，我直接死。嗯，好扯哦。对。哎，你说嘞？刚刚说在你旁边。刚刚说最后的那个吗？不是说要打 BOSS 什么的吗？嗯。那就是你要合成。反正我们要挖黑曜石跟要钻石，哦，然后会还有一个眼泪，好，然后你对着一个怪物丢 Q， 它就可以变 boss。那最后阶段会有三种 boss 要讨伐，我们可以自己选，啊，别人也可以跟我们重复，反正谁先打掉就是谁赢，这样子。哦，没关系，后面再讲一次就好。好没事， 我相信你听不懂啊，我只是大概先讲出来啊，等一下再重复一次而已。好，好，你们在哪？我们在村庄旁。要坐标是不是？你给坐标，你给坐，我继续挖。减10060，然后减9837。我快到了，98。有吗？到了。OK。你看哦，这边有没有透明的东西？看这个的历史效果。透明的东西。看它，看它。我要看我。看。我要看哪里？这是透明的羊，有吗？为什么？欸，为什么你看得到？你粒子效果有开吗？哦，嘿，开心，好猛哦！为什么连羊都隐形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而且它会掉那种都会掉特殊的东西。你刚刚有拿到一个特殊什么隐形的什么鬼东西？就这个。欸，嗯，哦，野生 BOSS， 首领，没错。啊，这些就是很恐怖的东西，啊，不要去靠近。好，在我们旁边嘞，啊，在我们旁边，那个发光的，那个朵，那好像是那个安德王。我看到了，要下去了吗？走啊走啊，来啊，你们先下去，我把那边堵起来。呵，那个首领会一直在那边哦。嗯。哦。我是第一次遇到啦，因为我之前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任务。哦。这个奖金争夺大奖第四次而已，所以他每次都有更新。以前是有那个 PVP。嗯。对啊。你怎么会做噩梦啊？那算噩梦吗？是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打 UHC 不是噩梦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梦到的那个 UHC 还是我之前有一届感冒的那一届。然后嘞？然后我就沙哑发不出声音啊。哼。然后队友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然后我叫队友过来，然后队友就以为我叫他们出去，然后他们就往敌人的地方跑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醒了。优秀。像团团他们现在接一个任务嘛，就是全队没有盾牌，以杀枯攻。哦。对，所以你看团团的血量。很惨。对啊。魔他会回血。所以就是要等那个，等那个下一个任务开始就会回了。哦哦，是哦。嗯嗯，
啊，那什么可疑的炖汤那个不是也有回复效果？那个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哦，十一层了，开挖。好，开挖。啊，这个没有限制鱼骨。哦，好。嗯。哟，抱歉。我刚不是砍很多猪吗？你要死我？对呀，我有。做个熔炉，烤个猪肉。哦，你看那个武道家，就那很恐怖的东西，他就是手上会拿一个很奇怪的，哎，好像是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村民吧，还是谁，摸一下就死。好恐怖。对，要小心。所以打这个我都会带木木船在身上。好，那我也来做一艘。我那一条那边有金哎，可是我没办法挖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。下的是。你说你有东西要烧吗？哦，你也在烧。对啊。还烧食物，目前。哇，那下那个下一个任务出来是什么时候会出来？好像十分二十分钟一次吧。哎，这边哪边钻石是不是？这里很危险。哎呦，废矿废矿。对。哦，厉害哦。要炭吗？要做个盾牌吗？哦，那好啊，先弄到盾牌吧。可是有铁了，有铁了。这里有金。我去烧。好。哎呦！看，像他们这样子换到4700嘛，但是他们扣了300分，所以他们这个只完成了多少？100。1700，所以就性价比就是看个人啊，因为钱要用命去换有点恐怖了。你们盾牌做了吗？我没有盾，我还没。好，帮你们做十几层的废矿，感觉，很棒啊。对，我没有剑哎。是不是应该收集个蜘蛛网？旁边好多怪的声音哦！来，掉了。哦，人员嘞？在我旁边。这里。哎，有声音。干嘛了？给自己蹲。怪物。哎，我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烧铁、烧金。哦。做铁。做剑。想不起来。好，哇，哦，看，又死了，所以分数都还回去了。这个、石堆是岩浆哦，旁我有一个石堆，那是岩浆。哇，太惨了吧！啊、他们怎么了？怎么、哦？他们呢、啊？他们呢、啊？他们是你要拼无所畏惧了吗？因为团团上一次有一次是无所畏惧，然后就上一届，好像第二届就无所畏惧，然后上一届就说繁星救我，我至少想要有名次。我说哦，我尽量。那一次我们就拿了第二名。哦，小心哦！哎，上去的路。Hey. 哦，这里没事。好了，下面有铁，可是感觉很危险。嗯，要下去哦。嗯，想说试试看。我是疑问句。嗯，哦，你怎么也跳进来了？
我是想要偷看一下。我们需要小心谨慎。没错。好，安全。好可怕哦，蜘蛛声超多哎、欸。你就附近擦亮点吧，不然等下射在你旁边。青青青青石，好，你是擦左边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这里就没擦了。可恶，都没有看到钻石。那至于钻石的话咧，一定一定要留一颗。每一届跟他们玩，他们都把钻石用光，因为刚刚说的那个召唤 BOSS 就是要一颗钻石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每他们每次都是在最后五分钟赶快去挖钻石，这样子。洞窟。哦，好可怕哦！怕。我在思考我们要深入吗？我怕我会回不了。我去看看。我只是怕我迷路。哦、我回来，我先回来。哼。哇，你真的很多哎、欸。嗯。是谁补？补一层不补两层啊，这样小僵尸跑过来怎么办？应该是还好啦，没事啦。嗯，走破一个洞啊！我们去地狱了，好快哦！啊、然后如果我们要去解地狱任务的话，就是那个地狱门就是会去那个，你懂吼？嗯。哦，那边有隐形的怪、欸，不了不了，不去了。有一个隐形的骷髅还不错，它射的是回复剑士，所以我们可以全身铁装。是黄色的那个吗？哇靠，白痴哦、喔，我们盾牌什么盾牌不见了？就是脚盾牌会回血，所以现在先不要做盾牌， oh. 可以做盾牌啊，不要放副手，懂意思吗？ Oh. 你看这个、oh. 这个任务就是他们刚好举盾。然后盾牌被回收，然后被朱布林杀死。上次那个水的也很可怕，好坑哦！他好笑啊！你说的那个回复剑石，他那个剑石绿子效果是紫色的吗？好像拿粉的。哎、欸，那这只好像是哎、欸。那你现在没有你们现在空中被打是很亏哦。他射你三滴血才回两滴血，这个意思，所以最好是有铁装。我们等下再来探吧，先挖铁。好，好，三人，三人，三人。这里，这里，来了来了，听到很。你说你回得来吗？他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屁屁。躲一下。这个任务要持续多久啊？那个盾牌任务嘛，十分钟。哦、oh. ，对，所以可以做盾牌啦，但是要拿在主手。好的。上游。哦、oh.。他们血好残哦。给我们才好啊！哎，你们先做盾牌吧。啊。不要放副手哦！钻石出现了哦！没有挖到铁，有啊，有铁啊！我看迪叔都在挖了，你怎么不挖金哦？我就挖钻石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其实很赚呢、欸，一
个铁回六滴血。好像还好，回四滴五滴血。东西放箱子哦。嗯。钻石还是放身上哦？放你们身上好不好？哇，好。为什么？团团要死了，团团要死了，团团要死了，团团团团，哦，停住了，回血了，他应该是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被那个射到之类的吧？嗯，对啊，有八颗，想要怎么用？你等下去捞水，先做附魔台，等一下又有了，多棒啊！就是附魔台跟粪石膏，先这样子。好嘞。然后再一颗是要做那个眼泪，那眼泪要打怪才会掉。哦，我到家被搞惊死。对，跑吧。吓死我了！那冲好快哦。出现了物品展示框，要牛一个黄金胸甲两件。哎、欸，你烧金了没？我烧了，我烧了。好，我这张还有一些金可以做。我这边有十八个，要做那个吗？展示框做黄金胸甲，做黄金胸甲两个吗？对。好，我另外脚、啊，你做好了、哦？我做好了。哎、欸，你放副手。你放副手，然后点那本书，这个吧。嘿，好。哎，然后你再拿。哎、欸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弄装备。这个游戏就这样玩。原来如此。对，休闲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一开始要缴那个两个，然后我们也太早了、欸，哎，啊，没，应该也还好，因为要讨伐三只树爆苦力怕，就是这苦力怕有两种，一种是。巨爆吧，另外一个是速爆，速爆是很冲很快，但它爆炸没伤害。啊、另外苦力派是走很慢、哦，但是爆炸很久，但它一定炸那个炸很大的坑。那另外一个两千任务是击杀幼小生物，就是好像小鸡、小牛、小苦、小僵尸都算。那另外一个是六只沉尸嘛，反正就这样子。所以。能找到那个生怪砖会比较好。之前有两次都是有生怪砖的队伍，马上解完。艾迪说我没有铁镐，这里有砖。哦，好，我先去盛水。盛水。对。倒杯水来喝。没有，我想说要做那个、啊、黑曜石。阿兄邓。哎、欸，豆奶可以拿喽！哎、欸，对不起，还没，靠，被骗了，忘记上面那个才是啊，浪费我的铁。我
挖了一堆煤炭，我找不到铁、啊。我有，我挖很多。熔炉里还有吧？有，我去看一下。嗯。不铁。有。哦，做个盾牌，然后先不要带，放着。你也做掉了。哦，你是在地表了、哦？没有，我在下面。哦，那你不要去沉水。我沉到了，哦，要修。哦。还没看到岩浆。岩浆我有包起来。有啊，我这里有很多，这里有很多岩浆、哦。对。哪里？前面直走。呵。这样有什么？嗯？这边有别队的、欸。对啊。哎，厂包为什么很好遇到人呢、欸？我们之前玩没有。嗯、真的。都很近啊！我挖到铁了，感动啊！那我做一把钻石镐、哦，烧、个。有的。痛啊！嗯，妈，怎么了？原来没事，我只是很不会挖岩浆上的东西。哦，可以拿盾了。哦、这是脚汤、哦，会有加速效果。哦，可以拿盾了。岩浆上的东西，你要挖什么岩浆上的东西？黑曜石啊！啊，你水不要收啊，你水不要收。所以不要收，一直放着就好。对啊。哦，对耶，好聪明哦。哦。啊啊哦。啊，就这样一直挖。还有几个？四个做那个附魔台。是做附魔。不会，你真的觉得这样子挖会比较好找到钻石吗？啊，我就这样子挖的话，哦，顺便找其他矿。怎样？来，我这边他想吸我黑曜石。哎，是喵哈吧？你拿岩浆烧它，太可怕了吧？可以这样哦？可以啊，不能 PVP 可以拿岩浆烧啊。我以为是就是不要就是不要打人。那他来吸我们东西，阿龙至少要有自卫的手段吧？哦，那就等下做打火机过去吓吓他。有金了，
然后还在吸哦。没有，那吸完之后丢还给我。哦哦，好可爱。不好说啊，不行啊，那一堆有繁星，要得到他们。你是守护神是不是？啊，靠山呢、欸。太好了。哦，有铁，好棒，开心。那个钻石在你身上对吧？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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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说哇，你挖的钻石全部不见了，吓到我了。我想说周围有人，还是放身上。对，对我才说最好是放身上。书，我们有书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书，书有那个、有甘蔗啦，我身上有甘蔗。好啊。啊，只是没有皮革，你有吗？现在是早上吗？时间在哪里？快晚上了。旁边那是显示晚上。那。过几天再过几天吧，过几天。我不是讲等一下再去杀，但是过几天、哦、等一下再去杀。你想过几天啊？一个礼拜吧。哦，好哦，呜，好可怕！穿插戟耶，好凶哦！那所以我才会说，我们尽量不要去解那种讨伐怪物的任务，太恐怖了。就只是主要赚了，主要最后的那个讨伐 BOSS 那个能打就是尽量打，因为打赢后 BOSS 会掉东西，再加上那个分数蛮多的。我们需要几个钻啊？已经够了、只是越多越好啊。哦，好。对啊。装备。我现在挖到八个了。哇。哇哦。然后刚敌数也十六个，我的天啊。我呢？鱼骨中努力的。要到了，要到了。等一下，上面那只发光了，它会攻击下面吗？不会啊，它是安德啊，你不要看它就没事啊。好，上一届被那个夜妹弄到爆。哎、欸，又有钻了！哇哦！哇哦！没关系，我穿铁装，我穿铁装。穿钻装啦。哦，十三颗了耶！ Yeah, 我觉得我们努力一点，应该能都赚哦。啊，他可能还会有什么拿钻石锄头打僵尸啊，这种奇怪的任务。我觉得打怪的都好可怕哦。就坐个船啊，那就拿锄头跳打跳打，那就死。哦，好，我的铁镐爆了。所以钻石先留着不做东西吗？可以做了，留一颗就好了。哦，好，做啥？噩梦，噩梦什么类的啊？你说现在要做啥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可以做钻镐啊。哦。钻镐、钻剑、钻斧。好富有哦。舒服。
壁有人在挖东西。哎、欸，是我吗？不是？是你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好爆了，可恶，挖不过去。被发现了，快跑！先烧个。嗯，吓到我了。哎、欸。然后黄金也烧个。装备，哎、欸，我来做个装好了。现在才发现我空装。哦，下趴。他们多我们500分。啊，这就是刚刚我们是接1500的任务啊，他们接的是2000。嗯，啊，然后我们第二届开始有个规则，就是要分数破10000，那最后的排名会额外再加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哦、好像很厉害。哎、欸，借我3个钻，我做稿子。好。哇，哈基他们都被抢走了。哈基他们原本是在做那个沉思的任务。哦、然后被巧克力好像抢走穿衣服哦。哦，好。啊，东西好满哦。水桶。喵喵，这里有一个。啊，你的水桶嘞？我要铁桶啊。你多做的吗？啊、没有啊。你的水嘞？我原本。水在那个岩浆那边，蜘蛛眼四个等于钻石哦，等于金，哦、那还好哎。嗯，哎、欸，比如说白天了，好吧。嗯。阿皮哥 ，Go Go Go！ 东西留着吗？我们还会回来吧、嗯？会啊。我在下面等你们吗？还是跟你们一起去？留着吧，好，弄起来，我继续挖。我们等下开始拼那个吧，2000的，有装备了，不用怕。好，我是快乐矿工。这里很宽广，感觉会有哎、欸。那边有去过了吗？啊？就是中心那边。没有啊，我怎么会走那边？不，我地上会有铁砖、铁矿、欸。地上有铁矿，有马、欸，阿马马也会有吧？有啊，几率很低。关系，杀看看。有了，够了吗？可以啦。好，多打一点。哦，有，这边有。
为什么钻木地形会有鹦鹉？嗯，人家就是比较帅气的鹦鹉。真的，从小在鸡舍长大。哎呦，蓝队耶！那是谁？蓝队。是吧？他们离我们。坐回去咯。我们家刚外面有这么多牛吗？没有啊。艾莎吃牛排啊。好嘞。哇。什么？我们在互丢红石。你总是拿稿子打，你没有剑吗？因为剑爆了。哦、oh. ，小雨，被你看到，我觉得好羞耻哦。好尴尬哦。走了走了，走了走了。没有金，白痴，原来是安德放的，是不是？那也是安德放矿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这里走这里。你是在笑我？我没有要笑 你，我是我是已经有点半迷路了。嗯，想说你要回眸一笑。哪有？有有有。我好孤单哦。到了，到了，我们要到了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来提醒圆圆的一句话，你有开档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开？来不及。啊，我对啊，我刚刚忘记了。刚刚是迪叔密我才突然想起，我想说他在公啥，为什么要直播玩？哦哦哦，对吼，然后才想起来。因为小颗粒，就是我进来他就说圆圆是不是睡着了？我说哈。蓝星要做吗？那我给你东西给你哦、喔。给 你，你材料比我多哎。呵呵呵，赢了。钻石为什么不出现了？我要钻石。直接放吗？放什么？啊，附魔喽。已经死够吧。够的话，我知道哪里有。那你为什么没挖？那个要挖的、欸。因为那边有点危险。背矿哦，背矿那边哦。哦。不是，是岩浆里面。哈？里面。就是，就差一格。那我就想说，好，好像很够，就没挖。你在挖红石还是碳吗？圆？对啊，碳。因为我要确认附近。好。哦。水深，嗯，哦，也可以刻附个不死克星那些的，打 boss 好用。
嗨，圆圆。嗨。前方有蜘蛛声。白痴哦。本轮一分钟。然后独自神怪钻啦。真假的？那、啊、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看我扣血吗？好。你们下去了？没有，我回来了。真是白痴了啦！你是什么？蓝红石。哦。出这个好。掉眼泪了。这个。白痴哦！啊，怎么了？中毒了，然后刚好回血，看一下哦。哇，蜘蛛！中到毒蜘蛛，中毒多少？五秒，四秒。看一下哦。野蚕打蜘蛛一百次，一百次铁巨人，铁巨人，铁巨人，我们上面有没有？还活着吗？走走走走走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，我去看。一起去，一起去。走走走走走。对，我迷路了，脑脑。哦、欸，被打走了。Oh my god！ 嗯，蜘蛛吗？嗯，可是它普通蜘蛛哦，洞穴蜘蛛不算哦。要找一下是不是？南瓜派附魔术荧光石，我觉得这没希望了。两本附魔书，可以打蜘蛛一百次，还是就只能把晚上去打蜘蛛了？嗯，我要做木材。好啊，那我们再一起去。用什么？铁铲哦，铁铲。哦，但是等一下再挖哦，好怪哦。好啦，走了走了，好。晚上了吗？晚上了。Oh, nice.头好痛，一直撞到头。哇，好可怕！我在养狗哎、欸。那边有一只蜘蛛。哪里？你打。我放虫在打、喔。床。嗯。床，我有一个。不、嗯。我跟你一起。哦。对啊，那是蜘蛛啊，可是它会，它在烧哎、欸。小心哦、喔，那就是特殊的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到海上吗？你们那边有海有水吗？有有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哦哦哦哦。哎、哦、哎、欸，蜘蛛蜘蛛，往这边。有，我要去水上。你去水上，你去水上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拿铁铲，拿铁。有了。你继续在水上，你继续在水上。我没有铁铲，我没有铁铲。哦、他现在看我，你们可以打了。拿铁铲，拿铁铲，你不要拿鸡。哈？要拿铁铲。我没有铁铲，那空手有用吗？没用，就是要用铁铲打。哦、没事，我做个铲铁。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。哪里？哦。好，我先打，然后你换你打，换你打。他过，他最后，他最后。我没铁铲。你们两个，我打了，野妹，放弃吧，你举盾，你举盾，啊，那个，走，不要打了，敌手，哇，
有小丝，有小小的那个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然后不起来。哦，做铁铲、哦，打眼呢、欸，南瓜派铁巨人速爆可以打一百次。啊、哦，你说小僵尸是不是？什么段、啊？没有，小丝壳那个拿两个金色的那个什么壳？嗯，不是丝壳，说错了，那个沉思啊。好了，小心哎！哪里？哎、欸，有没？好啊，可是挖开一点好了。我们现在躺在床上会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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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一起睡觉才有用，要一起迎接天亮。哦，好烦哦！他们在打蜘蛛哎。啊！这里怪很多、啊，他们为什么可以？等下他们应该也是不行的吧、欸？小心哦！小心！他追谁？迪叔的样子，刚刚撞是迪叔吗？是我。好，你们去打蜘蛛，你们去打蜘蛛。好。哎、欸，迪叔一直在你，举盾。等等！好多只！迪叔进来，迪叔进来！等下我找不到洞。对！对，好。我挡着，你们打。哦。好。继续，他追我。还有一只。不是、欸。再打我。好。OK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多只怪。那个叶妹啊，啊，蜘蛛在哪？这里，你上。蜘蛛嘞？这里，斜坡上，我右边，我后面，我屁股后面。我看到了。你说你后面有那个神之？好。他还是会有伤害、欸、我还是有伤害。你打他，你去水上，你先去水上，那是特殊的，先去水上。我要死了。好，不要打好了，我们搅鹅乱石。怎么那么多怪啊？对啊，很惨欸，好痛哦。等一下哦，上角十个煤炭，上角100根木棒，上角100个鹅卵石，木魔书。你们还有甘蔗吗？甘蔗我只有一个，不吧，我只有3个。可是附魔书被用走了哦。哦，被用走了哦。嗯。不然就是荧光石有人完成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你看要不要下一次？会早上啊。再4分钟，你看吧，还是你去挖一个黑曜石做地狱门？好、啊。那、啊、只是我们可能回来的时候会换地方。不能等白天打吗？白天蜘蛛，你觉得嘞？会消失，可是不会再生蜘蛛了。就那等那一只蜘蛛啊。可是我要敲100下哦，我们现在进度很低哦。对哦。对啊。就去拿荧光石吧，只是我们可能物资要先拿一拿，因为我们出来不一定在这里。好，你们有打火石吗？可以做啊。有砾石吗？我没有。所以刚刚说要做铁铲，你们都没有在听哦、喔。我以为我们是去帮忙。Sorry。这个烫 小心！你小心哦，会烫哦，地上会烫哦。哦，被刺，被利斯压到。哎、欸，有了。你看我摆歪了。有了。嗯，出来了。
那会不会传进去有人在门口倒岩浆？可能有啊，这么可怕。嗯了，好的。哎，你物资都拿了吗？圆圆，你去拿一下物资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哇，好可怕哦！没有啊，那边有荧光，荧光，荧光啊！臭牛，臭猪，没有。我好像会死哎、欸，一下。我上哪里荧光石？有没有近一点的？有什么特殊需要的物资吗？看起来还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没有金装，我们没有金装，不能走这边。你们要不要回来看看啊？我身上是有金可以做金装吗？走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，我对这个地狱很不熟哎、欸，我你不是？哎，我们不同地方，不同地方。哇？我们船在，我们在这里啊，在哪里？在丛林。哎、欸，应该在附近哦、喔。嗯。哎、欸，它终结就不能讲了吗？你是上面那个十四件任务而已。哦。对。你们要走回来吗？还是你回来？还是你要传地狱门？我赶快去地狱门做。传地狱？哦哦，走地狱门，然后我赶快在附近。进去是安全的吗？有点不安全，所以我赶快。OK。好好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可以来。好。过来我这里。过来。来了，我把矿拿一拿就好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嗯，那些杂物要不要带？你来吗？有看到。你做黄金胸甲，只做个鞋子吧，鞋子比较少，不是吗？只要有一个装金装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一个位置就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身上有那个了，有六个，所以我可以做鞋子。那迪叔嘞？有吗？迪叔他没有金，你是做个鞋子放身上，要穿上啊，要穿上。啊，要穿上。嗯。我以为要装哎、欸，原来鞋子就可以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只有两个，你有两个，嗯，我再给你两个。两个是我刚给你的、啊。哦，给你给你，感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是会、啊、那蜘蛛打人很痛，所以我们要赶快离开吗？不是离开啊，赶快往跑，看要不要前面这个。是要找哦，看不到哦，这边太黑了，这边太黑。他说，我们走到那个太黑的地方会失明。现在新的任务。哦哦。诶、欸，我们是要来地狱干嘛的？拿荧光石。荧光石。哦 ，OK OK。会黑一下、哦，这个路上会黑一下。我擦火把应该可以吧？可以。要怎么过去嘞？上去挖。用叠的吧。哦，上面。你说叠、欸、正上方哦，好，你们叠，我补这个。正上方有，好黑啊！帮你杀火吧。我叠个平台，避免它掉下去。那脚什么？那我直接开挖吗？还是我要、哎、挖挖挖挖挖？你挖你挖，可以了。是荧光石。所以要十六几个、啊，荧光石哦。嗯，那给你，你喝。我来做吗？喝你喝你喝。够了吗？可以了。四个。四个，还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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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。我这边有二十六五，还差那你喝啊，你喝放副手。哦，还差一哎。哦，我可以直接那个，是不是？嗯。他是说这样，我看一下，他说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用啊？我、哦、跟人家达成了啦，我们太慢了啦。哦哦哦。等、嗯。等、嗯。
哇，煤炭了。哇，煤炭。那就南瓜派啊，我没有吧？哎靠，好。你好多、哦。嗯。好吧，谢啦。太慢啦。蜘蛛拖太久了。等一下，行哦，正举着正进去哦。好。那只好恐怖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怎么回去呢？没有很远。你下去啊？好。西瓜、欸，要不要带点？可以 啊。然后如果全队不死的话，我们最后还是有分数。好的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努力不死，可以最后抢星星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要去抢也可以。抢星星？对，因为最后抢星星，因为会 PVP。哦，那一定会有人死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说不要去抢金星，我们就躲好。好，哦，他是开在我们正上方耶。嗯，旁边你那边怎么会有金矿？那个安德放的，安德王放的。那个安德王不看他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攻击了？对啊，应该啦，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做过安德王的任务。对，怎么堵成这个样子？哦，你在避免撞头是不是？没错。我想说为什么还要再挖，欸，记得换的换金装哦。你说你的鞋鞋可以换了，呵，继续开农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多红石哦。嗯。对耶。神砖。我去找找看剛剛，刚刚那边有。不是有毒蜘蛛吗？但那边有钻石。哦，贪心一点，贪心一点点，小心一点啊！好，这样子，可以。哦，有哎，好多六颗。哇哦！哇哦！但是三颗半觉得很挫啊。三颗半，对啊。你吗？金头盔是谁？小雨耶、欸，刚刚有看到啊，在附近啊，干什么？
怎么了？没有啊。感觉有敌意，但是他们又不敢开战。是几分开始可以打架？反正最终 boss 会出现那个要打什么 boss 的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躲了。你再去挖七个黑曜石给我。好啊。我也可以自己挖，白痴哦，去挖，去挖。好。你要做什么？那个啊，召唤 boss 的啊。应该说让 boss 转职，让怪转职成 boss。哦哦哦。哇，还在用蜘蛛哎！怪物变笨。嗯，怪物变笨能干嘛？变笨就是变笨啊！干嘛？想烧是不是？想烧是不是？想烧是不是？喵哈！喵哈，我们家走。好，我要回去保护我们财产吗？他敢开箱子，我就烧他。你跟在后面是不是？对。是说我们熔炉是不是也有东西啊？有。好可怕哦！太好笑了。烧到了。让我烧，然后再浇。好来一起啊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！我现在可以烧东西吗？开冰桶啦！啊，黑曜石。能还给我们了吗？怎么了？他拿什么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没有啊，他在我们刚刚挖黑曜石的地方在挖东西啊。哦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喵哈吧。啊，过去找你啊！你们两个有开台吗？我有啊。我没有，我现在没办法直播。怎么了？我也没办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 action 怪怪的哎、欸。我不论怎么重装，它就是会待在。你是要自拍哦？对啊。之前都很正常。没有啊，问我怎么烧他？没有，我有跟他，我有讲哦，我讲哦，他敢开箱子，我就烧他、啊。你回他话，他说你就回说教主沿路追在你后面說，说你敢开箱子的话，我就烧了你，这样就好。还好啦，这个烧伤，等一下任务开始就回来了。嘎死！我的钻石是不是离我而去了？怎么了？
他没开，挖不到。他刚刚是谁开箱子的？我你苏敏刚好开到吗？我没有啊。对啊，那是喵哈开的哎，而且附近就只有喵哈一个人哎。烧的时候我还在远方，我也在远方。好了，七个了。小小矿工。他们，我们的附魔台没敲走啊？没有没有，还在。他有开，他一定有开呀、啊。嗯，安城，哎、欸，可恶，挖不到。我明天去打个苹果。明天哦。对啊。先晚上啊。要什么？哇！就这个招 boss， 苦力怕，哪一个？打苦力怕吧。好，赶快，我们去地表。现在吗？对，不然被招走，就是现在是比速度了。我们已经做了吗？那个？我做好了，我刚才做这个。好。没有，刚刚这是箱子打开哦，你可以问观众啊。我找到了，每次都找不到路。我苦力怕，怕夜妹，我也很怕夜妹。找到了。好，直接野外开打。嗯。哇哦。正在上来，怎样？你们打！目标是我，你不要跑！不是我的，我盾怎么不见了？是，但不会有伤害吗？你们打！好好，我被定住了，我也被定住了，不能跳！哦、oh, ，无刀夹，好痛！重爆！等一下，哦，是他启动动型啦！等一下，那有那个怪，有了，哎，那个动型，是谁跟我说苦力怕比较好打的？王子辉就好了、欸。动死！重爆！重爆！先打！不要举，赶快打！对，重爆会慢，爆很慢。直接打。对。好。重爆！嗯。有。啊，速爆的话就是。爆没伤害，好，哇，它好厚哦，对啊，它很安全啊，所以它不会爆。哎、欸，有那个僵尸，啊、我打到二了，重爆！你们打一下，我做武器，我在哪？哦，动型，动型好烦哦。中爆！有！快了！坏了！中爆！你到边，不要打出来！
你还打出来？怎么打出来？不要打出来，引到角落。哎，中炮中炮！有位还蛮好打，对不对？快点哦，因为别人也会招哦。好，快了快了，有了有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就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是，哎，为什么没加分？对啊，有啊，我们刚，哎，被抢走是不是？没加分。哎，没加分呢？为什么？哦，哦，刷新要刷新。哦哦哦。他已经知道我们的疑惑了。哎、欸，叶妹叶妹走了走了，好逼呢！我看到红队了，我也是。哎、欸，小心叶妹啊！哦哦，小心啊叶妹！找洞砖吧，找洞砖吧。现在那个红队在等我们呢。哦，好痛哦！先找洞，先找洞，先找洞，先找洞。武豆家，你到。找洞，洞在哪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你怎么这样子挖？啊！喂、欸，他死了。好，下去哦。好，你上来，你上来，你上来。要上去哦。好好、啊，那你在下面，你在下面。好。哦哦、啊、你在下面了吗？有下面啊。好。我走我们原本的洞回来。哇，那么强！这是很害怕我出事，吓死我了。那、啊、你们现在哪边的洞？我们是鼻子往下挖。OK， 哦，有看到你们了，这里这里。在哪里？我往你们那边挖。好。右边，左边啊。我听到声音了，哦，看到了，遗书叠上来。好。哪边？你们在哪边？哦，看到了，来来来，哦，太棒了，好恐怖哦，嗯，还有打的时候没叶妹，结果他们那就好高分哦。上一次哈记他们是没办法，他们那一个那一队是都会玩的、啊，都玩过，干要死了，哦哦，就是、欸、僵尸是最难打的，我认为，哦哦。但是因为他会拿一个燃烧的附魔金苹果，燃烧的附魔金苹果，哇，我有 TNT 耶、欸！放这边，你们是最后五分钟，要中心点，中心点，中心点，要拿书可以看中心点位置，走，往这边，往这边出发，好，我们往中心点走。东西不拿了吗？可以拿，可拿。我看看啊，到边界啊，我现在很紧张。附魔台带走，还有什么？烧一烧。哎、欸，我有幽灵之泪。那个是打怪掉的、啊。哦哦。走了走了，过边界哦。你们是往哦往那边好？哎、欸，钻石要不要做一做了、啊？我只有两颗，我剩一颗。哦，你们都做好装备了？就一件而已。我只有武器跟镐子斧头。哎、欸，你们是往哪边去弯过去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点书，你点书，点书的话会面向那个中心点的位置。哦，哦，看到你们。OK。你说你有带食物吗？有，跟我一些些哈。好，东西，我就只有三块，各三块，我丢路上哦。好 ，Thank you。对，我讲的就是这个青金石。哦，白痴哦，他是这样子的岩浆哎。好嘛。
我那时候挖直线，我不知道，我想说我看到野甲算了。弟弟看见边境就来不及了。哦，在这里啦。金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小僵尸。那里。哦，他就是不会有声音的，很白目。前面有金矿哎、欸。我们要往上一点点啊。边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怕应该有限高限低吧。好。哎、欸！什么事？不知道啊，它掉下来直接爆哎、欸！我举盾都来不及举哎、欸！哎呦！哦，沙燕，那我的我刚刚的卡到，我的武器还不见了哎、欸，会消失啊，所以很危险啊。啊，防具嘞？防具在。哦，沙燕，我看着迪叔往前冲，然后那个土地帕就看着迪从上面掉下来，然后就死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啊，我现在要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还没复活吗？还没啊，他说迎来了最终死亡，什么意思？你已经死了，我不知道、啊，你不会复活了。为什么？是刚好在你刚好在时间到的时候，后面读起来哦、啊，后面读起来，你刚好在不能复活的时间复活，所以现在是可以 PVP 了，懂意思吗？太刚好了吧，就在那一秒哎、欸。睡了吧？啊，这样我就直接死了哎、欸。对啊，你报一下吧，附近有什么怪？我看一下你们哦、喔。啊，什么迪叔可以，我不行。他刚刚也不行啊？哦，你说复活吗？对啊，我们同时间不是吗？欸、对。后面有蜘蛛，迪叔。进来，他进不来。小心！我们正上方有洞吗？啊？我们正上方有没有洞？你们正上方没有。好，那我就挖梯走梯了。哎、欸，还是要叫二零过？哎、欸，995。Hello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他们两个刚刚同时死掉，可是迪叔复活，但是杨洋不，那个圆圆没复活、欸，哎，那应该复活有点时差，因为那个最后一秒钟。哼，好吧，你认命了、啊。我真的很衰，好扯啊。你认命喽。啊，这个也像我没调整好，因为我是时间到，马上就要用死啊。好。要不要刚刚复活呀？我觉得是可以啊，因为他们刚刚两只同时死掉的，然后迪叔先复活后，那个任务才跳出来的。好、啊，先到地表啊。我到地表吗？对啊。你先，对，你先走到地表，还是他可以走到我们旁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、那你走到旁边。不要在地洞里面啊。这里有点窄呢。等一下，我挖空，我看。哎！你在哪里？我在石头里。哦、啊，就是不要卡在石头里吗？你啥意思？那、啊、你嘞？我在上面了。我都特地为你挖宽了，好，谢谢你。不会。你可以先下来找我们吗？好。你有看到我 ID 吗？我在。地表，你们的上面，头上下来，他们要打架了，小姐，救我啊！哦，我看到有一个明条，我现在垂直往下，你们给我，10030，负九九六九，你先不要蹲，这里，我看到你了。刚刚为你挖宽，你还在那边？哎、欸，你小心哦、喔！我飞过去的时候，他给我复活了。好。他
们，我刚刚看到有一队往中我这边走。嗯，我们就等晚一点再出去。好。你没有按复活哦？他有按吗？你迪叔，你刚按复活吗？我记得时间到就复活了呢。我不知道。你刚刚有没有动到任何东西？我刚刚看他显示，我跟迪叔都什么迎来了死亡。对啊，就迎来了死亡。那个迎来了死亡就是那个啊，那个不会再复活了、啊。可是就是迪叔复活回来了，我以为我跟迪叔死了，可是迪叔回来了，然后我死了。那是一千一千吗？往一千一千挖好了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你武器没有了是不是？我剩两颗，刚好做起来了。OK OK。我先，哎，就这个，这时候了。Oh my god！ 你后面有人呢、欸？我吗？我们蹲好就好了。我记得是不会发光。我可以等到快结束后，我们再出去地表。可以等他们把后面补起来哦。好啊。呜呜呜。啊，那就先这里吧，这边规则。好。然后我看一下。对。快！五分才开始。附魔台不在我身上、啊。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那你付吧。我现在付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来。付，我要付啥？付武器啊！武器不没了。有了。哎、欸，借我付个。好，你有青金石吗？哇。好。OK。挖掉了。嗯。为什么你回血了？哦，他帮你补。哦。嗯，我刚刚他帮我传到地表上了，然后帮我补血。没生存分数了，不是啊，还会继续扣分呢、欸。死掉一次扣300、欸、还是30？300吧。对啊，死一次扣300。如果出去送的话，你星星一个才5分，那你捡到好、啊，你捡到十颗好了，十颗才50分而已、欸，然后送掉这600分吗？懂吗？所以保住两个妹子的性命比较重要啊。我现在还是有生存分数，就是不死有分数。就是最后可惜，哎、欸，生存分数多少啊？观众忘记了。你看外面很恐怖，天黑在叫了，天黑了，好恐怖。我好害怕，好害怕。然后对，会永夜，永夜的话就是会掉星星嘛，很合理。那但是也会有夜妹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不要出去死就好了，因为。我们上一届是第一名、啊、但是就是第一名会成为大家的炮火嘛，炮火对象，而且那一次就是有那个无所畏惧的队伍，就是他们已经不管输赢了，那就是往这边狂打，打到就是让巧克力他们那一队把我们这一队整个灭掉，他们一个人，他们一个队伍就活到最后，然后那边抢得很开心，
那现在灰队就躲起来咯。对，灰队可以选择躲起来，像我们也可以啦，反正我们第二名啊。那他们是正中心吗？对，这边是一千乘一千了。那再就是我说的，你看哦，我们现在刚才蓝队不可能追得上我们了，因为差了1700，那再加上我有生存分数，懂吗？哦，对，只要我们这一队我不要死的话，分数会比较多。哦，我以为那是要整队不死哎、欸，没有啦。黄金之物是啥？极限轻松生存，哎呀，体谅一下啦！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！哪一队怎么了？什么哪一队怎么了？你刚刚说哪一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刚不是说讲超越我们了？哦，没有，他刚解完一个任务啊，因为他们那一队应该是没有打到 BOSS 啊，解那个1500的任务，啊2000的任务，对啊。流星雨。嗯，那再来就是。然后毕竟你第一次玩嘛，就是教你怎么玩而已。嗯、而且我们刚刚有几次是不小心任务还太快，跟太慢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Oh my god！ 蓝队，蓝队，要打吗？哎、欸，你举盾，你举盾，举好盾。有举，举了。你往前，你往前，你往前。我往前。哎、欸，他照到岩浆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岩浆，谁补的？不要吗？哎、欸。小心小心，他在射箭哦，他在射箭。那、他跑了，他们跑了，他们跑了，他们跑了。他要TNT，他们就跑了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怕。哎、欸，退退退退退，巨耀盾退，巨耀盾。他们也想点 TNT 哦。他们也有。刚 TNT 被他拿走一个。哦，好。迪叔，迪叔过来，迪叔过来。它的爆炸威力有比很大吗？很大。那再來就是那个 TNT 盾牌防不住。哦，真假的？嗯，太可怕了。要赌吗？跑！跑跑跑跑跑！为什么没有点燃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哎呦呦呦，点燃了！不是，那是 TNT 的。哦，喵哈观察者啦，很快看得到。再见喽。嗯。要直接去印上吗？不用吧。哎、欸！不要在我后面，不要在我后面，我退不了，我退不了，我退不了。你去好盾，你去好盾，换东西。嗯，什么声音？为什么安德在生气？来了来了！举盾举盾，不要过去！好好好好好！没有没有，我被岩浆堵住了。你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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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雨要死了！哎呀，有没有水？有没有水？我过不去，过不去，过不去！我没水。哎，死的。小雨他都剩半血了，迪叔你满血，你可以扛在那个繁星前面。对，你走前面，你走前面。然后还没到、哦，你走前面，你走前面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不用怕。岩浆他们还有岩浆，小心哦。哎、欸，快退退退，你退你退你退，他死他死他死，你退退退退，你没水对不对？对，我没水。小雨剩一个了，
加油！技术，你走前面。等一下，岩浆。啊！哇！不是啊，死掉不是应该会有那个吗？回血的东西，我怎么没有感觉到？嗯。你不要退！你不要退！你退！你现在举着盾，不要打！你不要打！你举着盾。因为他应该也没有斧头。我就一直举着吗？哎、欸，你小心！你看他，你看他手上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对，你不要背对，你不要背对。哦，我该怎么做？他挥，他挥，你再挥。好。啊！完了，你来不及了。啊！我为大家。剩下三队了。没精灵过啊！哦，八千。来，上去。好。打屁哟、喔！不是，我们本来想要找巧克力他们打、啊，打不到啊。我有说不要开箱子，不要开箱子，我可以剪给你看哦、喔。什么？那是什么箱子啊？他一路往我们的箱子冲，我就说好啊，现在是和平哦、喔，你开箱子我就烧你哦、喔，他就一路冲，一路冲。烧粉，叫他前面烧粉，直接半条命。他就开两次啊！没有，我就开一次看一下、欸。对啊，你看哦，你有说一次对不对？但是有人跑来跟我说，你根本没开箱子哦。啊？因为你来开箱子的事情，害聊天室有点口角。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就是只有有人说喵他没开箱子啊，阿姨方就说喵他有开箱子啊，啊这样子，因为我是塞垃圾。我就说，可以偷东西，对啊，因为我记得规定上是可以偷，然后可以偷，我就被烧半条血。我想啊，那现在是可以打架意思吗？啊，没说不能烧啊，没有说不能烧。可是我觉得这里是钻漏洞诶，烧人就是钻漏洞。之前有说，这次没有特别在讲，那以后再说清楚。因为就是希望大家，就是前期就是不要骚扰，不要直接伤害，任何伤害就尽量。然后我们后来就说，没关系，那个到最后再打架就好了。再打架就好了。我只是想塞一个垃圾。哇啊！最后灰队是躲在哪里啊？我们躲在死角，某个死角的洞窟，死角的洞窟。然后我们战略就是，如果有机会看到灰队就打，所以我们就躲起来，哎呦，完全是我们自己很想要拿那个星星赚分，可是我看到他们两个就觉得啊，算了，我来好了。有最后你还是有那个在捡的，没有，因为我们那个只捡300还不够，太我们太晚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在分析说，嗯，要不要去捡星星？后来想不对，黄队跟我们很近，一定会想杀我们，所以就对，所以我们还是躲起来。可是你要想杀你们的只会有一个。哎呀，好，我们看看各队的状况。好，红队你可以点那个公开完成任务，然后可以来说说。红队，我们吗？对，对。哦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在玩。你怎么了？你看我手上，这么惨，看我手上，看我手上。我看。你怎么了？手上，怎么那么多那个啊？哇，带了两个稀有物品回来。哇塞，你怎么这个？你打水耶？好扯啊！挖玉水，你们在地狱挖玉水太狂了吧？我没在捡的，我们只在挖，我们在乱挖，我在挖哦，好猛哦！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这样一直死，还是一直挖到岩浆，是不是？他请他解释，第一次是那什么，因为我要堵岩浆，结果那个岩浆它从另一边流出来，灌到我身上。然后第二次是我在挖石头，要放火把，不小心倒到岩浆，把自己烧死。
所以经过这些事件之后，我们就决定，我们轻松玩好了。好难受哦。酱油，你成功带给你们那一对轻松生存，轻松生存，打从一开始就轻松了，轻松了，压力不要压力。我在此刻知道了我的能力，我不适合这个。哦、没有你一定可以适合的。我等一下再讲我这一段。我觉得我适合在旁边喊六六六。来，再来，第四名是蓝队，看看你们的任务。我们的任务，看一下，没错、啊，还在吃，还在吃哦。不然都不会有人 Q 到我。马上 Q 了，你们点那个书任务书。好，右键它就可以公开任务。右键，有吗？哪里呀、啊？那个绿色书、啊，绿色的那本书。哦，绿色的、欸，我身上没有绿色的书，哦、我包包太、哦、没有他做到了。欸、你们怎么都完成简单的、啊？我们就很低啊，就在我们是轻松生存啊，也是轻松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前面解低的是有考量的，我们看大家一直死分数很低，然后那就解100分就解全的就好了。主要是我们那边都没有遇到怪啦，我们都没遇到怪。那、啊、最后一 round 你们没有打 boss？ 因为那时候已经。我们最后有招一只僵尸，可是招出来之后，那时候已经最后就是死了不会复活的时候，然后喵他死掉之后，我们就决定，那我们算了，我们先不要打好了。我们就讲，然后我就开始玩天眼兵游戏。对，你们招僵尸跟我们差不多时间，那已经好久了，几乎来不及了。对，很后面了，就是边界在说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原本想要水鬼去打你们那一队的。水鬼、哦、因为我们看、不是、啊、因为我们看积分，如果打死你们三个的话，你们就会掉下来，然后我们捡星星的话就有机会进前，有机会、哦、对，有机会，而且拉下我们，你们其实就有机会前三名。对，因为我们组分数差不了多少，只是你们的队伍太远了。对，后来太远了，然后就看到繁星他们在下面，我们就去打繁星了，就是加上喵他夜妹。对，然后夜妹我们原本要跑过去，夜妹要开始咬我们。啊、算下来，我知道你们在哪里了。我有看到那边夜妹很多，我就说不要往那里走，我们去另一边。再不睡觉啊！然后后来我们就打架，然后打架的时候我全部放的岩浆都是假的，我要气死了。有啊，有出来哎、欸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是卢米放的。哦，哇！我放的岩浆都是假的。你怎么这么三个人都是被你砍的？你好凶哦！我在打架。原本打完想说要上来捡到星星呢，没有打完要上来就是结束了，没有上面已经太多怪了。哦、没有了，我们要打完的时候就已经快结束，差不多剩一分钟。可惜，可惜。对，哇！你们在捡星，微弱的机会啊，因为跟绿队差的分数比较多。对啊，如果打到是你们的话，就有机会。那再来看绿队，绿队哦你们打 boss， 你们是苦力怕哦，你们一开始也是选简单，你们也是简单中阶简单，没有啊，因为都被你们完成了。想要完成已经来不及了，要打蜘蛛遇到夜妹，然后要挖荧光石被哈基他们先挖走。啊、其实那时候我们放箱子放很久，后来哎、欸、有荧光石哎、欸、用下来。啊，就我记得你们圆圆好像蛮早就死掉哦。圆圆，你怎么死的、啊？嗯，哦，那个是就是我跟迪叔同时死掉，然后就是刚好在就是不能就是可以 PVP 的时候，然后可是迪叔复活了，然后我就死了，然后我就、哦、没有啦。我讲一下他的死因是我们在峡谷。然后空降一个苦力怕掉下来爆炸，我看到两个队友死掉，我就问怎么了？好绝啊！然后再就是两命哇，再就是峡谷迪叔复活了，但是圆圆没复活，就判定说他不能再复活了。所以刚才打995叫他过来哦，可能没有想过，居然有人同时死掉，都是速发二哥，然后刚好在最后一秒不能复活。你们好骂街，触发神秘 bug， 没错，太强太强，这样钻石都他们挖的哎、欸，哦，好猛，好厉害哦，梦幻，换我们黄队，居然还可以拿到第二名，太感动了，嗯，从头到尾。从头到尾，我其实之后甚至想申请，就是那个如果一个人一队啊，那完成任务分数有没有两倍？哎呦，哎呦喂啊！大腿的任务几乎
都是我完成的。没有不能啊，这样队友可以给你物资、欸、哎。然后没有物资，重点是没有物资。好惨！你们新手应该会有新手运，可不可以来个钻石？就挖了整场都没有挖到钻，然后都只有我自己挖到。哇！我一开始在那个下面那个地狱门那里有两颗钻。那个箱子有，然后我也是好像是最后的时候已经绝望了，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七十五分第四轮了都还没有赚，想说啊，绝望了，随便挖挖，然后我就挖到四颗。我的天啊！哎呦，但是我们队伍很棒的事情是他们都没有死掉过。嗯，对，你们都没死掉，对，你都没有死呢，厉害。虽然过程当中各种的尖叫，太疼了，因为我地板挖到了一格岩浆，所以。我被队友围住了，我说我不晓得怎么帮你们。五只进袭者，对啊，他们追着我啊，然后我就是被拖动就被打的，超级艰辛，超级痛苦，但是我们都还有完成，我觉得很棒。啊，最后那个，因为我们钻石太慢了，所以都没有办法有那个 boss。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我挖到钻石，然后出来，你们两个 boss 都打了，我们就努力找僵尸，还找不到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弄附魔，然后弄附一附魔，哎、欸，听到有僵尸声音，然后那僵尸还被那个太阳燃烧出来。哇！然后想说、哦、你可以打了，赶快烧，然后赶快打，然后就。打了三十秒，边界就压缩过来了，就不打了。难怪最后没有开打完。对，我想说难得为什么没有打？我是镀金那个的，最后就去做金苹果。可惜可惜。最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差五百分，其实捡星星是有机会。然后我看他们血量的时候，啊，算了，你们去弟弟。对，335分，几乎都是我捡的。有啊，看到你跑了，如果早一点跑，还有机会。嗯，哎，那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生存方向，我挖了九颗钻石。九颗，没有没有，但你死很多次，所以我们这队赢。又死了。来，最后冠军。啊、这个要来，这个故事有点还蛮有趣的故事。我跟你讲，故事蛮长的，我要先从第一个开始讲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想说啊，这个都好难哦，然后就下去一看，怎么都遇到三个还四个骷髅系怪物，都是那个武道家。对，武道家啊，武道家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们就跟他请他坐船，然后呢就哎、欸、来那盾牌丢掉一二三一起丢，然后一起杀这样。对，然后之后最我讲最扯的是更扯的是后面是过没多久，杰克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找到枯宫生怪砖了！”对，又找到生怪砖了。我原本也是武道家，你生怪砖之王哎，刚到跑我就被一堆枯宫射击了，对，超夸张的。哇，你三个僵尸生怪砖，好扯哦，好夸张！你们一队铁巨人，你们铁巨人秒杀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呢，你们印象这边有个村庄吗？对，那个村庄旁边铁巨人在旁边，我就想说，嗯，剩不到五分钟、啊，我赌一下，我赌下一次有铁巨人，就才真的好扯的。我们原本也打算去找那一只的村庄。那时候我们身上可以做铁巨人，只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花那么多的。资源，嗯，对，然后哎、欸，马上就秒做，我想啊，不用花费了，不用花费了，就已经被杀死了。然后那个蒙雾杀手的话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杰克有那个生怪砖，所以很多骨粉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上来平原找动物喂，然后杀掉小只的。然后我就想，哎、欸，有两只狼，哎，有两只狼驯服啊！你们生小狼，我把它杀掉。超坏的呀！坏人，我大概杀了三只小狼吧。对，对。然后我就边杀边说：“哦，我心好痛，这样。”没有痛，我是才没有。你开杀得很开心。然后最后就蜘蛛，就是我们原本是要找僵尸，但是后来看到蜘蛛就杀蜘蛛，这样。一开始是想说就骷髅，因为有生怪砖。对。然后也场地也都布置好，但是没有骷髅。没有。然后走出去之后就有遇到蜘蛛，就直接打蜘蛛的了。嗯。就大概是这样子，这次真的都太顺了啦，真的。哎，最后其实就只有一队打起来，对啊，我们那时候就决定归到底啊，因为我们怎么打都没好处，就不打了。我们也没有打算要打你们，分数太高了，没有用。我们说对啊，就看到那平台上是哈基，想说啊，不要理他们了。
我们就等大家打起来，这就没有人再打了，没有啊，不要他就说，哎、欸，上面是哈基他们，我看一下分数啊，算了，不用打他们了，没差、啊。你不用你不用你。可是叶妹出来的时候，我有切到哈基视角想看一下。哎呦。有人看起来很忙，是怎样？在干嘛啦？我要说出我们这队还有一个生存关键，我们一开始就找到西瓜，然后每个人身上物品栏都要有西瓜保佑。保佑！还质疑你被还质疑，为什么要西瓜啊？瓜瓜什么东西？我们都叫小孩怎么叫啊？护身符，护身符，对，是不是成功让大家都活着了？对，西瓜神教，西瓜神教，西瓜。西瓜占卜，西瓜神教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就是最后就由灰队获得冠军，耶！累积分数还有破万，所以加四分。嘿、hey! ，第二名黄队，我们就只有加两分，因为没有破万。Q 。第三名是绿队，各加一分。一分，哇！恭喜大家，辛苦大家啦！我们下一次也会挑战一些不同的玩法，好，我们一起期待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好累哦，心好累哦。所以到底是谁跟我讲说喵他只是只没有开箱子的是谁？哦，我看一下记录档，我看一下聊天室哈，是不是杰云？谁啊？阿松沙再按一次，你又见？那我看错？对啊。妈就接云白目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子啦，感谢今晚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接云是乱源哦，好啦，这样子啦，来去讨论一下，等一下应该要被骂了，说不能烧人啊之类的，拜拜。哦，都忘记播广告。